飆到個口好熱好辣，但係咧我係好平靜咁坐咗喺度繼續浸肉嘅。差唔多最後一啖啦。咁到時500個訂閱嘅時候，我就會搞一個類似叫 Q&A 咁樣係咯。同樣嘅呢一個場合度回答大家，當然啦，可能未必答曬，或者可能根本冇人問嘅，咁就慳翻啦，可以係啦。